天下掌握，我希望这个麦克风会另外几只啊没有声音，没问题。那所以就如同刚刚说的，我们这一场是以现场的问答为主，那就是看谁举手举得快哦。那但是就是如果有些还是比较想要用打字的，我 slide 还是开在这边，但是原则上面是以现场的为主，这样。那我们就交给老师。好，那就直接开始了。来，同学，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你可以直接举手。然后等一下，我会请那个小老师帮我把麦克风递给你，你就可以直接跟政委问一些问题，这样子。好，同学有问题吗？政委你好，我是九一八颜值代表张文瑞。我想请问你，你身为一个天才。在你天才的生涯当中，你有做过什么蠢事吗 ？OK， 非常好的问题。有什么蠢事哦？可能说是傻事吧。就是那时候我在2004、2005年的时候，在线上有很多好朋友，那我们一起写一个叫 Perl 的电脑语言，但是其实都是写email网站，从来没有碰过那些人。那有一天我就看到一个数学家，他叫做 Paradish， 那他的做事情的方法就是他会去找一个另外一个数学家跑去住他家，然后一起写篇论文，写完之后就会待在他家不走，直到这个数学家愿意出火车票钱让他去找下一个数学家为止。那所以他就这样子几乎是环游世界哦，做了非常多的工作。那我一看到之后就觉得说，哎，这个我也来试试看，所以我就写 email 给这些我从来都没有见过面的这些陌生网友说，哎，我可不可以去住你家？那大部分的人都就是觉得很奇怪，完全没有理我。但是十个人里面总是有那么一两个人理我，所以真的我就在2005、2006左右这两年，跑了20几个城市，然后住了非常多网友家。那当然现在感觉上是还好，但是在当时这个算是比较，尤其我英文这个其实口语讲的不是很好，所以其实是非常需要勇气的一件事情。所以现在想起来是觉得是蛮莽撞的，尤其是那九个没有回我信的人，可能看起来是觉得蛮莽撞的，但是无论如何我因此学到很多。杨总你好，我是九零八李黄。我想请问你，因为你是108课纲的制定者，然后我们刚好又是108课纲第一次的实行者。是。那我想请问你，108课纲实行之后，我们会有更多的自主学习的权利吗？或者是对于我们学习会有益处吗？谢谢。新课纲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它从本来所谓的当新课纲，就是学校主要是执行教育部跟国教院的想法，变成是每个学校自己的课发会可以有自己的想法。那但是每个学校要多充分的运用这样子的课发会，完全看校长、看老师、看愿意一起来想这些事情，包含一些自治规章，什么这个穿着啊、指甲油啊什么之类，所有这些的这个学生权利相关的外送啊什么的。大概都多了很多，可以是从生活当中变成互相学习的一部分的制定的权限。所以就像我们在中央的各方的课程会，里面都有各界不同的人士，课程会有学生代表嘛，一样。那在每个学校都可以自己去安排他可以做的这种加深加广、校定选修、必修等等自主的这个空间。所以只能说，教育部没有去限制每所学校的空间，但每所学校这个空间到底多大，完全是看这所学校怎么样充分利用我们流行课纲的这个空间。对，流行课纲就是说没有逼大家一定要拍手，但大家拍手就拍手。好，那这个可以了吗？唐凤政委真的是有问必答。好，在这个下雨天呢，来到我们这边，其实真的是值得大家给予非常非常热烈的掌声。而且大家可以发现他回答问题的时候是全程站着，让我们知道坐着。好，所以我们真的很感佩唐凤政委今天特别呢。来这边给我们鼓励，那也希望同学等一下发问的时候我们就是对一个同学问，那其他同学你们要专心聆听哦，因为你这样专心听呢，你今天一定会有满满的收获带回去，好吗？好，那我们前面已经有两个同学，两个都是男生，有没有女生要发问的？哦，好，来。唐总你好，我是8044班的，然后我想
想要问你的问题是，因为你不是说你在睡觉的时候你可以思考吗？然后之后我就想说，我每天睡觉都一定可以超过八个小时，那我到睡觉的时候，我到学校的时候，有时候还是一直睡，一直睡，一直睡，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变聪明过。我可以问你一次，这有什么办法？我想如果你到学校还是一直睡，那可能每个人需要睡眠时间不一样。那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也不是睡八小时，是睡九个小时或十个小时，那个年纪会需要睡的时间是不同的。那对我来讲并不是去算精算那八小时，而是说我只要被闹钟闹醒，我就是没有睡够，我只要是自然醒才算是睡够的情况哦。那我想有充足的休息是最重要的。那但是如果是在白天还是需要不变什么，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那至于说所谓的变聪明，其实我并不是说睡觉会变聪明，我并没有这个主张哦。我的意思只是说，如果睡眠不足的话，那它会让一天学到的东西你记在短期记忆里，那很难写进长期的记忆。如果睡眠不足的话，等于你今天学到这么多，但是你隔天记得的长期记忆能够记得可能就只有一小半而已。所以如果要学东西的话呢，睡眠充足是很重要，可是你醒着的时候还是得学一些新的东西嘛。所以就是要让自己的好奇心，或者是要达成所谓的功耗，就是对大家都有益的一些事情来带领我们学习，大概是这样。那同学还有问题吗？反正我已经好，我是84班林嘉乐。我想问你，如果我哪天也想要自学，那如何才是自发性的，不是在家里耍废？然后请问你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是非常好的问题。那我想要自学，一开始一定要经历一段在家里耍废的过程，就是说把之前睡眠不足的那个部分先好好还债一样还掉，然后之后才比较多的学习的动机。那我自己的学习的方式是，我会找一个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那好比像说，我当时国中二年级辍学的时候，常常解决的问题是说，为什么人在网络上面很容易看不到脸，反而很容易彼此信任？就好像说我写 email 的那些伙伴，我感觉上事实上比我的家人还要亲近，但是事实上我连脸都没有看过，所以这到底怎么回事？这叫 Swift Trust。 那但是如果网络上面的空间没有安排好的话，那就算是本来很好的朋友，在网络上留言骂了几次之后也就解除好友，所以也有一个 Swift Distrust。 所以为什么看不到的脸，就是即时的这种同学会让人就是一下子又很亲，一下子又非常不亲？那这是我当时很想解决的问题。可是国中老师也好，大专院校也好，当时并没有一个学门专门研究这个题目，所以我就必须自学，自己去在现有的学门里面找这种蛛丝马迹吧，自己去回答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我是觉得说，找到一个真的是个人没有办法解决，你必须要进入一个很大的研究的社群，才能够一起集思广益的那种大的题目，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同学可以发现我们唐凤政委的怎么特别快，讲话特别快，好，所以大家的耳朵也要跟着快一点。好，对，那我们也可以跟政委讲说，其实在政委来之前呢，我们的北齐老师他非常用心，已经有两个礼拜都有跟同学介绍过。我有看到这篇信息。对对对，所以其实同学都非常期待你的今天的到来，然后所以也应该也是会有非常踊跃多的问题要来继续来提问。好，好，那来，那再欢迎下一个提问的人。有没有啊？汪凤政委你好，我是904班郑敬轩。在这个，我有件事情想问你，是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就是会不会我们人类变得很废，然后像魔鬼终结者那样被机器人统治？但如果这是你的志愿的话，我也不会阻止你。但是我想很少人是这是大家的志愿啊。所以其实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很多的景象，那个其实是好像艺术是提醒我们不要发展到那边去，而不是说我们一定会发展到那边去。我们看很多世界末日的影片其实都是这样子。那所以我自己的想法是说，我们开发这些我叫 assistive intelligence 辅助式的这些智慧的装置，它是用来辅助我们之间的智慧。举例来说，好比像说我刚刚讲到我们要跟很多不同时区的网友，那好像有面对面
见面的感受。那现在就有一种很有趣的技术，它叫做共享实境，或者最近把它叫做元宇宙。那这个就是让大家可以有一种，虽然不是在同一个课堂，但是我只要戴个眼镜，空的椅子上面突然间就冒出其他同学的那种感觉，哈，阴阳眼那样子的感觉。那但是你说这样子的东西，它取代了任何人吗？或者它奴役了任何人吗？好像也没有啊，它只是让我们本来不能够在同一个空间的人，或失去不同的人，能够好像有一种同时同地的感觉一样。所以只要我们就是发展我们的 AI 啊，或者其他的科技，都是往这种就是让人跟人之间的沟通更容易、更简便这样子发展。那到最后就是会被自动化掉的部分，是我们不愿意去做的那些部分。但是我们很 enjoy 的这些部分，像现在这种面对面讲话的感觉，我觉得机器是加强它，不是说把整个人取代掉。希望能回答你的问题。同学有其他的问题吗？陆伟，你好，我是九零四班吴守伟。我想知道你小时候跟你的同学伴，那现在长大都学会骇客的技术，我也想用骇客的方式去报复他们吗？那非常好的问题。对，当时就是我八岁的时候被霸凌，但是问题并不是那个霸凌我的同学，因为他是这样子，就是他班上总是考第二名，那我总是考第一名，那他就一直很觉得说他考第二名回去就会被他的家长等于是言语暴力吧，骂他或甚至打他之类的，所以他很希望能够把我从班上赶走。那最后他真的赶走，我也真的休学了嘛，他就第一名了，可是让他成绩并没有变好，所以我就说事实上他的那个绝对值并没有变高，他只是相对值变高，也就是说他的自信心是建立在一个很不稳固的这个基础上面。所以我如果去报复他的话，那这个对他也没有好处，对我也没有好处，对谁都没有好处。我如果真正意义上要报复这样子的情况的话，应该是说去致力于让在班上的尤其是小学一二年级的人不是放在同一个就是竞赛的跑道上面，好像每个人就只有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这个标签，而是说每个人有他自己的想要学习的部分，想要探索的部分，每个人有自己的专长。那老师的角色变成是陪伴，好像在生活课程里面陪伴每个小孩去发挥他自己的专长，那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的跑道，那他就赢在起跑点上，没有别人跑同一个方向，等于每班每个人都是他自己那个轨道上面的第一名。所以如果要结构性的解决这种被霸凌的问题的话，那我应该害入的并不是就是某个就是学生的电脑，而是应该害入这个我们的课发会去改我们的对，去改我们的山林国教课堂，把它改成视性养才，把它改成以自发为主。那我还真的就做了这件事情，所以在现在就尤其是在第一学习阶段嘛，我想已经跟比起我自己小的时候1989年来讲，那现在已经是比较不会，好像就只有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其他每个学生都没有自己的特色。我觉得现在的状况比起我以前真的是好很多，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真的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一点我想说顺便再请教一下唐峰政委，就现在很多小朋友都喜欢玩电竞游戏，那但我觉得从父母的角度来看，自然当然说是会很反对，那不知道从您的角度看，你会怎么样来是会怎么样限制比较好呢，还是怎么样比较好？那就是要找父母一起玩，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对，现在有那个所谓不老电竞，就算是六七十岁的朋友，对不对？这个打电竞也不比年轻人差嘛。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的隔阂是来自于不了解。那好比像说，像我自己小的时候，这个很喜欢看课外书，但是我的课外书我可以去解释说，哎，我现在看到什么威尔杜兰的文明史啊，或者什么世界历史的漫画啊之类，那就算这个我爸妈觉得，哎，为什么你在看漫画，我也可以跟他讲说，这个漫画其实是这个很有学习的意义的，那他们也可以来看，也了解这件事情。那我自己玩那时候玩电脑游戏玩的非常非常凶的是一个叫《文明帝国》的系列，从第一代推出到现在第六代，然后都花非常多时间上去。那我爸妈也是，就是尤其我爸当时也是很不能接受，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在那边操纵什么三江战船什么东西的。那但是就是他虽然不了解，但是至少他有问我，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点。那我就跟他说，你看我看那个世界文明史里面看到三江战船，完全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是它的那个历史书有什么意义。但是我因为玩这个电脑游戏，我就开始了解到说，哎，它在
科技发展上面，它在所谓的海权上面，它在人类早期文明里面扮演怎么样子的意义。所以虽然它后来没有自己强来挖文明帝国，但是也就不再那么担心了，因为等于是说它的学习方式跟我的学习方式中间有一个桥接啊，是可以接受的一件事情。那所以如果打打杀杀电竞真的大家爸妈比较不能接受的话，也许就叫他们来玩 Minecraft 吧， Minecraft 稍微不那么暴力一点点，对，可以在里面去就是做各种有趣的我最近才看到一个要把那个地球的1:1模型这个直接在 Minecraft 里面建模 Build a World， 我就觉得这个很棒。那所以像这种东西我觉得是一般的父母或祖父母应该可以了解的，所以就是先就是向上管理吧，就我们的上一代。对，那同学请不要今天放学回家之后跟父母亲讲说唐凤说可以允许你玩电竞了，好不好？对，从简单的开始玩，对对对，从简单开始讲，谢谢，就是从建立沟通了解，好，然后呢再慢慢来，好不好？好，那我们再继续后面提问的环节，来继续哪个小朋友，然后那边女生来。因为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请问如果说机器人和自我意识越来越强，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好，是非常好的问题哦。所谓机器人的自我意识这件事情，当然你只要先假设说它是目前这种运算的方法是可以有自我意识的这个情况，但是以目前这一代的机器人技术，它比较能够做到的是说它能够模仿它之前曾经看到过的人的表情、声音等等，然后让你有一种感觉它好像有自我意识的样子，但是实际上面就是因为它需要有一个像人一样的身体的我们叫做introspection， 就是你内部对于你自己身体的各种感受的感觉，跟你实际碰到的环境的不同，这叫 embodiment， 就是一个作为人的或者动物的什么样子的身体的整个感受的这种历史。那这个部分目前这一代的技术，就是先不去看什么量子电脑或者全脑建模这类东西，目前这一代技术其实是它在里面是没有这样子的感觉的。所以我蛮确定说，就是目前就算我们在外面不管把它再弄成像 Sophia 那种机器人的那种外貌，但是在它里面也不会因为我们把它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就变成好像有自我意识一样，所以不太需要担心这些事情。目前这一代的技术，那未来的技术会怎么样子呢？我们碰到了再来处理就可以了。唐胜伟你好，我是8028的庄谦。你都用 VR 到太空，请问有一天你会想上真正的太空冒险吗？当然没有问题啊！我们说这个地球是文明的摇篮嘛，但是文明不能一直待在摇篮里面，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是还在摇篮里面的时候就把摇篮破坏掉，所以永续发展还是很重要的。但是等之后就是太空旅行变成一件很平常的事情的时候，当然我也会很有兴趣来参加。同学也看到在媒体上，你会喜欢做一个手势，那个手势还蛮考验那个难度的。有的同学好像还做不太出来，对，不要勉强，拉伤。那可以帮我们同学解说一下这个手势，你们想要表达的意思是？是，那这个是 Star Trek 里面 Spock 的一个手势嘛，它叫做 Live Long and Prosper， 那中文翻成这个生生不息，繁荣昌盛。那为什么用这个手势？是因为我这几年来都在推展所谓的永续发展目标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那永续就是说，我们是为下一代存款，不是从下一代透支提款嘛，不是破坏环境。那发展就是说，让我们这一代的人可以生活过得更好、更繁荣。那永续跟发展在以前是好像互相有点排斥的这种概念，但是现在因为有非常多新的科技啊、绿能啊，或者是循环经济的出现，所以就可以一面追求永续，但是一面也追求这一代的发展。那对我来讲，这个生生不息就是永续的意思，繁荣昌盛就是发展的意思，所以这个手势同时也对我来讲代表着永续发展的意思。希望回答这个问题。谢谢。唐正文你好，我是8038陈雅文，我想问你，你有曾经想换过你的发型吗？
像是卷发或者是发辫子。然后会不会有烫卷过？我是前两年有烫卷过。我入格前，我都把自己的头发当做一个好像画布一样，所以我去找设计师，现在都是找好剪裁了。但是从很久以来，我就说还想剪成怎么样就剪成怎么样。所以我之前有过，就左半边完全是光头，然后只有右半边是长头发，或者是就是各种乱七八糟的发型。那上一次是应该是东京奥运，就是戴资颖的那个冠军比赛那一天晚上，我就去剪，然后。我就问他说呢，有没有什么要调整的？那他就推荐我染头发。那但是因为我视讯嘛，所以就是染头发如果染得很花俏的话，其实看起来是反差会有点大。所以后来我就挑了一个就很最深的灰色，然后做这个漂染，就是耳圈染嘛，对不对？那所以在视讯的时候看起来就有一个层次，就是看起来好像还是黑的头发的那个打光，就好像自带光线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是觉得蛮不错的。那也很谢谢这个好剪裁推荐。我从来染发的方法走。不好意思，我们处长到了。然后处长，我刚刚同学有提问一些问题，那因为处长到了，我们请处长为我们讲几句，好吗？我是来听的。是吗？OK。史上最短处长之词，谢谢。那我们刚刚有问了一些问题，然后我们请政委帮我们回答了。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还会有同学继续发问。那除了这题之外，还有没有同学有问题？唐政委你好，我是8038这里，我想请问一下，因为你之前说过你很推荐江峰南的书。那除了这个之外，你还有什么其他可以推荐给国中生的书单？好，其实你如果是去搜寻寻找唐峰推荐，那我有事没事就会推荐一些书，所以这个是一个不断更新的一个列表了。那在最近是有一个历史学家叫 Ferguson， 他请我推荐一本书叫做《末日》，那他在讲的就是说这个人类的社会怎么样面对好比较大的流行疫情啊这样子的情况，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社会的反应力。他说恢复力啊 resilience 能够很高，那在里面用了非常多台湾在这两年防疫的例子，他的序里面也提到很多，就是包含他采访我等等一些想法。那我觉得这些想法不是只有在台湾防疫上面有用，我想对全世界在面临这种好像之前难以预测的挑战的时候都很有用。简单来讲就是在政府里面或其他组织里面，它保持一种弹性，就是不是你在事情就必须预料到全国事情，而是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知道民间有哪些力量可以结合。那我觉得像这样子的概念，我觉得是很适合大家都了解的，所以如果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那反正我会不断的推荐书了，所以你只要找唐峰推荐，那大概每一两个月就会有一些我推荐的书。问的是，因为我知道唐峰对我对江峰南这个作家非常有兴趣，然后我也看了你推荐他的一些书，那其中有一本书叫做《呼吸》，然后第一章节里面有一个回到时间资本，回到20年前，那我有很好奇说，如果你真的想要回到20年前，有什么事情你想要改变的吗？没有，我觉得都还不错。那我回到20年后呢？因为他有秒之年跟年之的。那就要问20年后那个我啊，他有没有想要改变现在的我，对不对？但是我现在，因为我现在刚好40岁嘛，那所以我很难回到40年前。那我20年前就是20岁，我20岁的时候状态很不错，我并没有觉得说那时候什么要改变的。但你后面那个问题是很好的问题，可是我可能要到60岁才能回答你。好，谢谢。其实像这个字典里面，天才这个字刚出现的时候，也只是说就是有一些天生的才能而已，并没有后面就是一大堆就比较接近造神的那种概念在里面。
念。所以如果是问说每个人是不是都有一些天生的才能，每个人都有一些自己比较有优势的学习的方式，那又有一些别的学习方式是自己比较不擅长的，那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这个是不足为奇的事情。所以如果有人说我有哪方面的天才，我是真的就把它理解成说我在那一方面可能天生有些才能的意思而已，所以不是把它当作一个很平常的词，并不会特别用这个来描述自己或来描述别人，但被描述的时候也不会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政委说只要在自己擅长的部分，每个人应该都是天才，这部分对。然后还有问题吗，同学们？政委好，我是九零四班沈图友，然后我想问的问题是，你听说你会脑波控制，那你可以脑波控制那个让我变成像你一样的天才吗？是，那只能靠你的脑波才能控制你自己，就是我的脑波只能控制我自己。对，那能够去控制斑马鱼的那个是伯恩啊，不是我，他就说是我。对，那所以其实我真的只有能力控制我自己的脑波，那我控制的方式其实就是，好比像说我现在在回答你的问题，我就真的是全神贯注，脑里完全不想别的东西，或者是我用所谓番茄钟工作法，就是连续二十几分钟做同一个工作的时候，不但不会被旁边的环境打扰，甚至一专心起来可以就是觉得好像说世界上面就是像我跟那件事情一样，但是过了二十几分钟之后，又可以从里面抽身，又可以出来，所以这是一种就是比较稳定的这种状态。但是同样的，我只能控制我自己的脑波，但是当然跟我一起工作的人也认为说这样子我全神贯注在一件事情上面的时候，也多多少可以让旁边的人觉得说对，那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重要，真的需要大家集思广益一起来思考，所以是一种有凝聚大家的注意力的这种力量吧。可是这个是只能说是好像一种副作用而已，并不是说我真的是在控制旁边的脑波。希望回答这个问题。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他们看的那个伯恩夜秀里面讲的，因为他脑神经回路，他控制鱼的幼虫，所以他们对斑马鱼的幼虫，所以他们对这个问题还蛮好奇的。对，而且我把女朋友影响，因为那是幼鱼啊，我故意把它讲成幼虫，因为是同一个英文字，然后现在大家都记成幼虫，所以真的是有被影响。因为孩子们有看过那一集。OK， 好，谢谢。那还有问题吗？唐政委你好，我是804班唐凤的粉丝，然后我们就是大家蛮专注的，就是以性别的方面，大家觉得你，大家都知道你打那个雌激素，但是觉得为什么不直接做整套，叫大家也一目了然这样。谢谢你的很好的问题。当然主要是我的主治医师觉得说，因为我有先天性心脏病，那所以动手术其实比较 risky 嘛，那所以我也问我的一些老师啊，就是包含小的时候带我上数学课的朱建正老师，可以说是我的启蒙老师，那他们都认为说可能就是不一定要所谓的做全套回答你的问题。不过因为对我来讲，它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不是说我本来是觉得这一半的人跟我比较近，那一半比较远，然后到了25岁突然变得另外一半比较近，那个其他比较远，不是这样子。我是觉得说，我13、14岁有过一次青春期的经验，那我24、5岁有过第二次青春期的经验，所以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就是在场各位跟我都多少有一些重叠的经验，但当然不是完全重叠的经验。那这样子的话，等于全人类我都觉得说，跟我的距离是同样近的。那这个在学理上它叫做 non-binary， 就是不是二元性别，所以所谓的全套也不一定以二元性别的角度来看的这个全套或那个全套，在我看来也未必是必要的。但是在24、5岁的时候，确实当时是因为身体的限制这样。那我们剩下一点时间，我不知道老师们对唐凤政委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做提问。对啊，我们十二楼上面有问题，回答一下，回答一下。那其他同学也是可以问老师们，你们有手机的话，十二楼上面的问题，你们可以记录下去。有位朋友问说，叫糖粉哦，他问说有没有最喜欢的人？有啊，就是这位糖粉了。那
非常喜欢的，因为我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就是全神贯注，就是好像就是所有东西都进入这个背景运作的 suspend 的这个状态，节点模式，那就只剩我们这个提问题的人，所以我本来就是这样子在运作的。我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好，那这个你看匿名是比较好的，因为举手的人很难问出这个问题，这样。我想要利用这个很难的机会请教一下郑，我未来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能力？好，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未来的社会最需要的能力就是去让未来可以透过我们而来临并且扩散的这样子的能力。也就是说，未来并不是很均匀的来的，未来是很不均匀的来的。好比像说，像刚才我在回答关于就是莫瑞那本书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台湾我们所谓的民主防疫啊等等，那让就是人类对抗大型的传染病的一些模式，在台湾大家都觉得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你去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是一点都不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对他们来讲他们还没有到那个未来嘛。所以之前的几个欧盟的议员来的时候，那听到我们的防疫的模式或者呢反制下去是危害的方式的时候，那个议员就说他觉得他好像来到未来一样，他有点回不去欧洲这样子，他觉得有点头晕了。然后就跟那位议员说，这个当你到未来的时候，这个一定都会有时差，确实因为他也真的有时差，但是撞到之后飞过来的。所以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当我们已经体验到一些未来的模式就在我们的身边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让从来没有体验过这个人也可以感受到说，真的未来可以往这个方向发展。那我觉得两个最重要的就是说，首先要能够去同理其他人的感受。那在很多世界上的地方，他们已经连续2年的时间几乎都没有办法到学校上课，不可能像我们在这边这样子演讲，全部都关在家里。那也有非常多的就是关在家里造成的这些问题。那所以当我们在跟他们讲说，有一种不用封城就可以控制疫情的方式的时候，我们就必须用一种很和缓的方式，是先同理他们这2年非常不舒服的感受，然后再说，当你们现在就是慢慢又解除了，下个希腊字母又来又收紧了，然后又解除了，下个希腊字母来又收紧的时候，在这个中间去找一个就是他们稍微喘一口气，像日本现在的状况，然后去说，那我们能够一起做些什么，让下个希腊字母来的时候，大家的反应又可以再更快速一点点。所以一方面就是要倾听有同理的能力，那二方面就是说要有一个全知大巧的能力，说那我可以同理你最不舒服的那个状态，但是你也有一些优势嘛，那这个优势又跟我们这边的情况有什么可以互相调节的地方，所以你就可以发挥他那边的这种优势。举例来讲，像日本的情况就是跟我们同样，就是在社会上面大家互助合作互相羁绊的那种能力很强，所以我如果在鼓励他们的时候就会说，那是不是就从他们的就比较草根性的类似像我们社区发展协会组织的这个地方开始去演练，说各种不同的灾难来的时候，他们的在地可以一起做些什么，而不是等中央政府一定要做些什么等等。所以就是设身处理的能力，然后还要让创新快速扩散这种诠释的能力，我觉得这两个是最重要的。发问吧，也可以在 Slido 上面扫。如果你有手机的话，你可以直接扫 Slido 上面。上面没关系的。我们说举手优先了，所以举手优先。各位你好，我是803国成。我想问的是，你当时研发那个口罩 APP， 然后被金融部长说我让唐购，你当时怎么控制自己的情绪的？你说有人说什么？说什么让唐购，然后什么研发什么口罩机器，然后之类的。我就把它欣赏的态度，就是我在2016年加入政府之前，有6年的时间都是在跟一家公司叫做苹果，那他们有推出一个语音助理叫做 Siri， 有些人可能用过的那个团队在合作。我2010年开始跟 Siri 团队合作的时候 ，Siri 只会讲英语而已，可能还有一点点西班牙语。那我到2016年就是被行政院挖角，加入行政院的时候，那当时应该是在做母语吧，就是上海话这样。所以我们在这6年的时间，让 Siri 可以就是讲各国的语言。
那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每一国的语言里面，大家想要去批评、想要去谩骂、想要去激怒 Siri 的时候， Siri 就必须用一种很幽默的方式去回应，而且知道他实际需要什么，然后把他那个注意力透过一两句话就导向到一种比较建设性的方向。所以为此找了很多诗人啊、剧作家啊、这个喜剧演员啊，因为在每一个语言这是没有办法翻译的，就是在那个语言的玩笑必须那个语言的人才能够了解，所以我大概在当时就花了很多时间去做这种叫语言的材料，就是语料的这样的工作。所以到现在就是在网络上面对我的任何批评、人身攻击、谩骂等等，我都把它当做这种语言的材料，就是很有创意，终于可以这样用了，我现在学起来了就是好像在当时就是做 Siri 的时候看到一种语言的变化一样的这种感觉。所以后像一个这个博物学家又发现哎，这是一个另一种新的昆虫又出现的这样子一种感觉。所以大概都是采取一种就是 delight， 就是很开心的欣赏的这样一种态度。那当然如果这个批评里面有一些更好的做法，那我们当然就可以说哎，我们可以能造句吗？哎，你请你来啊，对，不然你要怎样，那他的那个怎样还说哎，还真的很好，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再就是精进我们自己的做法。所以我在这件事情上面并没有什么面子问题，我觉得大家骂唐凤的这两个词吧，可能就是整个社会共用的一个好像游标一样的东西，让大家可以一下子就可以看到说最新的最好这些想法怎么样可以出现，这样想要回答这个问题。然后我们还有谁有问题要问吗？那我们回答上面的。还有三个就不会有很长。好的，好，那这位匿名朋友问说，40岁会不会觉得人生啊，有一个分水岭啊，或者10岁一个阶段啊，建议我们去做的目标，比如像所谓的探索期啊，或者是挑战期啊。其实对我来讲，真正意义上只有一个分水岭，就是我国中2年级的时候呢，当时我去跟我的国中校长说，因为我想做那个研究题目嘛 ，Swift Trust 的题目，那我想一天16个小时做研究，我不想要只有8个小时下课时间才能够做研究，但是因为义务教育非去上课不可，当时还没有实验教育三法，所以请校长帮帮我这样。那校长就后来就看我跟那些研究人员写的 email， 然后到最后他就觉得说，哎，真的好像我学的在学校之外能够学的反而比较多。他本来以为我一定要完成学业啊，要考个什么博士后啊，要去什么国外的研究所，可是人家教授已经在跟我写 email， 他本来想说服我那一套等于我已经用比较快的方捷径一样的方式达成。那所以他就说，那你明天就不用来学校了，在教育局那边，校长帮你挡着这样子。所以意思就是，我不会受到督学的这个干扰，就自己跑去跟类似像曾雅妮或者是周觉勋，就是打高尔夫球跟下围棋的那两位，也是在校长的保佑之下，用同样的方式去自学。所以我觉得这个分水岭可以说是我刚刚讲到说，就是在共同的跑道上面啊，第一关、第二关、第三关，就是另外国中、高中、大学等等。就是我后来就发现，哎，这个跑道是新的，全球咨询网的这个跑道，那我就一转身找到自己的方向。那我没有觉得说你一定要在几岁做这件事情，我并不是要在场的中二年级都不要，就明天开始不要上学，就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就是你人生中总会有某一个时间，然后你就找到你觉得你愿意为他努力很久的一个让你好奇的事情，或者是你的一个我们叫 purpose 的一个职业或者一个使命。那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的人生的轨道就是你自己画的，他带你到哪里就到哪里。所以对我来讲，可能只有这一个所谓的分水岭。那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你一生中会碰到很多次这样子，你可以转换到自己的跑道的机会了。那但是你当然也可以就不理他，然后就继续做，就是整个社会要求你做的循序渐进的这件事情。那但是我会觉得说，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尽早掌握自己的跑道是比较好的，因为你越早开始创业，那其实大家对你那个容错的程度就越高。我15岁创业，19岁创业，大家觉得说创业失败就是交学费嘛，本来小孩子嘛什么之类的。但是如果你等到50岁，或等到90岁再来创业的话，那这个社会压力就不一样了。所以越早越好了，是这样建议大家。谢谢。还有问题？请。好，我想问问题，就是您刚刚有讲到那个番茄石头法，那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在那20分钟内不被任何东西打扰，是能专注自己的自律去做那些事情，就不会分心，不会有。
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有特别的方法，要睡够。那除了睡够之外，我现在不是只是在演讲的时候我手机不会响，事实上任何时候我手机都不会响，就是我任何时候我都是在像现在苹果 iOS 有一个勿扰模式嘛，所以我随时都是在那个勿扰模式里面。那所以我的同人或者我以前的同学或者是同事都知道说他只有半小时一次打断我的机会，也就是说他如果想要打断我，我只有到25分的时候55分的时候才会看到。那但是在这个中间他如果想要我及时回应的话，他除了直接闯进我办公室来之外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所以我不可能用别的方式被找到。那这个当然一开始大家都很不习惯，但是后来就发现说这个让他们在打断我之前自己可以把事情想得比较清楚，也就是说我不会因为有即时通讯软体所以就必须陪着大家还想不清楚的时候可能打一句话又打第二句话，第三句话还没有想清楚所以赶快贴个贴图了，然后再第三句话第四句话的这种互相打断互相干扰的情况。而是说当我过了半小时看到的时候，他已经好像一整篇 email 一样已经是想得很清楚的状况，那这个时候我的回应也因此比较有结构也比较有效率，不会变成说随时被打断的情形。所以我觉得就两个吧，一个就是充足的睡，那第二个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结构里面很明确的让你旁边跟你一起工作或学习的人知道你的时间结构是怎么样子，那大家应该也会就是谅解或至少愿意就是 put up with you 就是容忍你的这个做法。因为如果一开始不讲清楚的话，那确实是会变成好像他觉得可以随时找到你但是没有办法随时找到这个情况，所以事前的沟通这叫边界设定，这也是很重要。方便跟同学介绍一下，然后要怎么样自律，或者是说这个番茄钟实验法，有时候时间管控方面有些状况，有时候都变成番茄酱一团，没办法真的那么的节奏这样子。是。番茄钟的概念其实蛮简单，就是说你一天不管要做什么事情，在一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把它写下来，然后呢写下来之后呢你把它切成很多大概20分钟就可以做完的段落，然后呢每一个段落呢就花刚刚讲到25分钟时间去做，那中间5分钟的时间拿来休息，那如果就是2-3个小时之后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休息。那一天好比方说你的工作时间是7小时或8小时的话，那通常我只会排大概7-8颗番茄，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就是卯足劲去做的话大概4小时就做完了的那种工作量。那为什么这样，是因为第一个你到半小时的时候还是有可能被打断，所以可能就一整颗番茄不见了。但如果你当时排得满满的，然后你又被打断去做别的事情，那这样的话你脑里，因为我们随时每个人脑里同时只能处理大概7件左右的事情，5-9件的事情，7+2件事情，那如果你被打断但是你本来的事情不能很完整的放掉的话，当你回来的时候你脑里就只剩下4-5件事情可以同时去想，那再被打断一次又只剩2-3件事情可以想，那到那个时候就已经不能很完整的处理比较大的工作了。所以把自己的就是工作量不要高估自己，而是只抓大概一半左右的这种世界工作量，到每天醒来的时候说那我今天要做完哪些事情，这个时候就是让自己有余裕，也是让旁边的人都有余裕。那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像我以前那种就是有完美主义倾向的人的话，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之前像我也有完美倾向的时候，我如果东西不做到99.99%，所有的挂号都对齐，所有的逗号的位置都放对，我是不会把它公布出去的。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找自己麻烦，就是明明已经半小时过去了，我下个半小时应该做下一件事情，我还在修上一件事情的错字，那这个时候就会变成番茄酱，就是我会一直撑到 deadline 来了，然后就是番茄酱。真的不行。那可是这个时候其实是对自己的就是精神状态并不是件很好的事情，因为等于随时都在一种好像被 deadline 拉着跑的焦虑之中。那所以后来我就碰到这个 Leonard Cohen 这个诗人的雄诗嘛，那我现在也常常如果有人给我一个说这个请写一句话给我们，那的这种问题我一定都会写那句话，就是所谓的万事万物都有缺口，那缺口就是光的入口。所以所有的这些错字啊做得不够好的地方啊，刚刚同学有问说那如果有人骂唐风没有注意到这个啊等等，那我就把它当做语言的材料，我就把它当做一种欣赏的东西。因为你做得很完美，那人家只能按赞只能拍手，做得不完美你反而交得到新朋友，因为
就是专家会来打脸嘛，对不对？所以你反而可以认识他的专业之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不会再有种好像我一定要做到99.999%才能够公开，而是说甚至9%只有一个很粗略的想法我也公开的这个情况。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从番茄酱真正回到这个番茄钟的状态里面了。还有同学有其他的问题吗？喂，你好，我是903的怡人。我们在这里问你一个问题，就是108课纲对于国中生有什么优缺点？另外，面对108课纲一直被质疑，在实施上遇到什么困难？心情如何调控？啊，是。就是我觉得流行课纲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觉得怎么样做得不好，你不需要再等10年，我们再修一版新的课纲，而是你就在现在课纲所授权的那个刚刚讲到校订的部分，自己去把它做好。所以以前其实就是当时刚进课纲的时候，那个课纲的就是决议的拘束力非常强，所以大家都在那边争辩。但这次的流行课纲大家的争辩，那我们就说好啊，那你就在你的学校的课发会放进去呢，就你的学校的校订里面放进去，再加深加广里面放进去，只要有扣合到素养，其实你要有一种新的教材教法，你就去发展新的教材教法。那我们也看到很多像孟德恩资方啊等等这些教师的培力社团也不断的在试新的教材教法，所以基本上就是你的抱怨比较容易化成共同创造的动力，而不像以前我小时候还叫国立编译馆的那个时候，就是抱怨真的就只是抱怨而已的情况，因为你必须要等下一次课纲修订才能够去进行改善。所以我会觉得抱怨是一件好事，而且这个抱怨只要能够变成就是对至少你的学弟妹有帮助的这个新的学校安排时间的方法、开心的课程等等这些做法，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课纲架构里面就是一种创造性的冲突了。希望回答这个问题。那我们非常谢谢郑伟回答同学们这么多的这个疑难杂症。好，我已经看到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保留给我们的燕青老师。好，我请燕青老师。来，请。没关系，等一下麦克风可以上。那边有那个直播，还是收音一下。唐峰正，我是你的超牛的。是。我刚刚一上来看到你，我就觉得我的心，我好想跟你拍照。不过我很想问你的是，因为我印象中你的名字好像不是凤，对不对？那你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会选择这样子的？对，就是唐凤这个凤是我自己挑的名字了。对，那对，那这个名字当然当时是因为想要表达非二元性别的这个概念。那我们知道凤在中文里面，它跟龙凤在这个词组里面的时候，那它是雌性的，但是在凤凰这个词组里面，它是雄性的意思。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就是在整个就是字典里面最有非二元性别意味的字，我当时就是找了很久，那就找到凤这个字。那因为也是因为我当时英文的名字是 Audrey。那为什么是选那个名字？是因为日本的朋友告诉我，凤这个汉字在日文的时候，他们念成 Odori， 就是Audrey 的日文的这个发音。那所以等于是说，一个汉字它同时我们界面的非二元的意思，但它又有一种好像跨语系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这名字还不错，而且是不管日本朋友或者讲英文的朋友都很喜欢我跟他讲这个故事。那 Slido 的问题我们不要完全忽略了。当时词汇量少的时候，我们是看很多漫画书。那我们在德国看的最多的，因为也用那个同时来学德文、英文跟中文的，叫做《丁丁历险记》啊。现在可能还有一些人喜欢《丁丁历险记》。好，希望回答这个问题，谢谢。唐凤正伟拍一张照，所以呢，我们就举唐凤一架到中间来，然后我们画面从这边，唐凤来做。